哎呦，哎呀，我说他大舅啊，来就来呗，提了算卦，拎这些东西干啥呀？对不起啊，老米大嫂子，还有老范大哥啊，我这个形象有点对不住啊。不过我得实话实说啊，这东西啊不是送给你们的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向你们正式宣布啊，我要离家出走。展开，大舅啊，坐这坐这，大舅啊啊，这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你看呗。这还用问咋回事吗？两口子吵架了呗。我那个大舅啊，吵个架咱也不能走啊。他走什么走？他能往哪儿走？往哪儿走啊？他呀？他还往哪儿走？我跟你说，老范大哥，我都想好了，天涯海角任我游，我要走遍五大洲。你要走遍五大洲，你上俺家干啥来呀？俺家是五大洲啊。哎，老范头，别人没说话，你咋就跟我呛着呢？哎，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呀？哎，我揍出你这老范头，我现在还说走就走。我跟你说，我说走就走，谁别拦我，谁别拦我，谁别拦，谁拦我谁是小狗。我还说走就走，我。那个，我倒是想走，但是有点问题啊，大米粒啊，哎，大舅，我走的匆忙，带了个空壶，你给我灌满了水，灌上水我就走。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干啥去？啊，别拦我，别拦我，你别拦我，你看你千万别让我坐，我根本我就不想坐。那个啊，大舅啊，这样，我说您呐，先在家里边消消气儿。你知道为啥事儿我消消气儿啊？啊。我这气儿我消不下来呀、啊！不，到底因为啥事儿、啊？因为啥？我就想说这事儿呢。啊，它是这么回事儿啊。啊，这不是春暖花开了吗？啊，季节变换呐、啊。啊，你大舅妈呀，心血来潮就逛街去了。好家伙，买了一大堆衣服啊，花了2000多块钱，两千呐、啊，两千。哎呀，不用问了，你这是心疼钱了。舅啊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我舅妈花2000块钱买点衣服，怎么了？啊，您就为这事儿您就走啊？就是。闭嘴！你大舅我是那小气的人吗？你别看我长得瘦，心胸很宽阔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根本就不心疼那钱。那是那衣服不好看呐、啊。不是不好看。是因为他买回来衣服做那事儿让我看不下去。哎呀，你是知不道啊！把衣服买回来之后，学人电视里边的模特，一件一件往身上套啊，然后在我面前走过来走过去，走过来走过去，一边走还一边问我：“老伴儿啊，好看不？老伴儿啊，好看不？”这把我弄的脑袋一个劲儿转圈，我都迷糊了，快散了花了。好看不？好看不？好看不？你看我都这样了，哎呀妈，停不下来了。那你说弟妹买的衣服到底好不好看呢？听，终于听了。要说他买的衣服，还真是好看。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您就说好看不就完了吗？衣服好看，穿在你舅妈身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这么说吧，啊，不是啊，款式不对，就是颜色不好。啊、那衣服让他穿出去。那人家一看，那不得笑掉大牙呀？不是说他疯，但是得说他傻呀。那您就说不好看，那种话他会说吗？说那种话那是有科技含量的，他说不出来，他不会。那也不至于，两口子这么多年了，那还什么科技含量？有啥话就直接说就完了吗？对呀，对，刚子，我就跟你想的一样。我是直来直去，我有啥话我就说啥话、啊、我绝不昧着良心说假话呀、啊、当时我就对你大舅妈一拍桌子，我告诉你老婆子，你穿上这些衣服那就是好比老黄瓜刷了一层绿漆，你装的。哎呀，他大舅 啊这句话真欠考虑，这不找着打架吗？对呀、啊、哎呀，大嫂子你算说对了啊！我话音刚落，只见你大舅妈噌家就蹦起来了、啊、哎呀，就跟没头风一样啊，然后就冲我使出了九鹰白骨爪啊，咔咔咔咔咔，挠了我满脸花呀、啊、这不就成这样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不光挠我呀，还撵我往外走啊！这不，我现在没办法啊！你说我这日子可要怎么过呀？
不是他要离家出走，他是让人家清理门户清出来的。小恨他，你就是跟我过不去，你这个死胖子，碰你我就走，我马上就走。走吧，走。我说走。哎，水给我灌满了没有？大舅，灌满了。好，你走吧。哎，哎呀，大姑娘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你让他走，让他上哪儿去呀？不是他，我想走，但是我走不了。你关着水也太热了，我晾一会儿，晾完了我就走。对，晾一会儿，晾一会儿。啊，谁也别劝我，我必须走啊。那个，我必须走，别让我坐下，我不能坐。我跟你说，那个舅啊，是这样。我觉得您呐，那个消消气儿，哈，在这休息休息，然后呢，您就回家给舅妈认个错就完了。闭嘴！刚才你还跟大舅一条心，现在怎么就叛变了？我给你大舅妈认错，做梦！我告诉你，他就是用八抬大轿把我往回抬，我都不回去，我就不给他，让他再一次挠我的机会。哎呀！他大舅，你知道你现在这种表现叫啥不？啥？俩字儿，拉硬。就你这样的，你赶紧的吧，你这别装差不多。爸，你这个死胖子，你这死胖子，我还得走。我，妈，你赶紧把这热水倒出一半，换凉的。哎，好，我马上就走。我马上就走。别拦我，别拦我，回来。哎呀，让你倒水你倒水呀，缺心眼儿啊！我不是怕我大舅渴着吗？你打住吧你。啊，哎哎，就你坐会儿啊，干啥？别劝我啊，别劝我，我必须走。我装起来没完了，那得想个招。你们不是我觉得呀，是这样的。我寻思着，他可能不是真想走，他就是觉得啊，有点下不来台阶了。对，我试探一下啊，试探，试。舅啊，舅舅，我有个事儿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。你看这样成不成？我呀，这会儿呢给舅妈打个电话，我得告诉她老人家，我说您在我们家呢，然后呢我把她接过来，完了让她把您接回去，你看成不成？闭嘴！刚才我没向你表明我的态度吗？他就是八抬大轿把我往回抬，我也不给他机会，你还给他打电话，你还给……要不你先打个试试？哎呀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哎呀，还装呢？装啥呀？大伙都看明白，自己还在那装呢，装啥呀？爸，你这个，我再一次说你，你这个死胖子！我现在就走，我必须得走。这么的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必须。别拦我！干啥？干啥？不是那个你干啥？不是您是不是得兑点凉水？当然我要兑凉水了，这话还用你说？哎，对了，我再给你兑点。对，好了我就走。对，再兑点凉水，兑点凉水，太烫了，这没法喝。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。啊，明白没？啊，明白了。哎呀，他大舅啊！哦，你不是死心塌地的想走吗？必须走。行，我们全家人都不拦着你啊。啊、不过我和大米粒得出去一趟买点吃的，道上你不得吃吗？是不是马兰出去能换身衣服，穿着睡衣服，换身衣服，对，大舅换身衣服，我给你买好吃的，我给你带服饰了。哎他俩刚才不是反对我走吗？哎，这咋还就要支持我走呢？啊，哎，为啥呀？是这么个挨法啊？舅啊，我们觉着吧哈，你看您这样，您也回不去了，是吧？您就干脆不用回去了，是吧？您就周游一下列国，哈，去个十年八年二十年的，什么时候您心情好了，您再回来。不是，哎，你说我这一走，我这家里面我你家里你就放心吧。那个我叫大米粒，把他大舅妈接来，我们照顾的比你照顾的好。对，地球车的谁不转呢？对，不是，我跟你说转不转这事？不是，我现在我发现他大舅，你身上有不少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对，那个舅啊，我们就要学习您这种啊，宁可跟老婆打架，也不说好话的这种精神。不是，我跟你说。我跟你说，刚子，我这么多年
啊，我就当你妈面我说老了违心的话。是不是？我跟你说爸，这些年我跟大美玲也老说这种话，就以后咱就不捧不能，我都脸都红了，顺着他就得跟大舅这么说，咱就得说实话，就不能顺他们这种毛病，咱就得就得跟他们打，对吧？啊，停停停停停停停，你俩这是干啥？你一句人他一句的，你俩这遛狗呢？啊，不是，你俩这话啥意思啊？不是，大舅，我们这不是在反思吗？对，我们认真反思，我们得向你学习呀、啊。你向我学个啥呀？我跟你说呀，你不，我跟你真的，你不。昨天我上商场买了一双高跟鞋，好看不？看我个头高高没？不是你这俩是高跟鞋呀？啊！我说吃饭找不着筷子了，你让你踩脚底了吧？刚子，哎，我在网上买的裤子。哦，性感不？那个这点棒。您给我找一个锅盖，干啥呀？不行，我得防御一下，我怕这裤子万一弄不住，它啪崩了，再把我炸着。锅盖留着还有用。你说老伴儿，你多大岁？你穿这玩意儿，这要崴一下，你受了吗？你多大岁数了？我是觉得你真不知道什么叫磕碜，什么叫好看。怎么了？愿意穿啥？我愿意穿。太难看，还愿意穿？你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呢？这么大岁数，是你说你让我此处省略500字。你把这省略字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是不好看。怎么不好看？是难看，你看俩多好看，不好看，太难看。哎，吵什么？吵什么？挺大老爷们儿，让人笑话呀？啊？不是，我们不能。好的。他俩要说好看。你俩就说好看不就完了？我们也不行，你太可恶啊！你老得跟你学习呀、啊，对不对吧？哎呀，你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咋就那么不懂事呢？你看惹急眼了吧？你看看你们，你俩学我干啥呀？你真是的，你看你真是的不学你学谁呀、啊？你就是我们的榜样。对、啊，我跟你说，不就是老伴吗？不就是老婆吗？就告诉他，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哎，哎，哎，怎么的？走就走。哎哎哎，爸，站起来。大舅起来，不是干啥？现在开始我们爷儿俩陪着你，咱仨浪迹天涯，走走吧。哎呀这么点道理都不明白啊？家是什么地方啊？家就是一个有时候说不清楚谁对谁错的地方，特别是两口子过日子，那得换位思考。你们要摸着良心好好想一想，你说说，你们这个媳妇儿，你们这个妻子容易吗？孩子是人家生的，人家带的，家务人家做的，人家图的啥？就是图在心里边你们能装着人家，人家就是图你们心里边能为他们点赞，能为他们许愿，能为他们保平安，这么点事情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们都不明白吗？哎呦，不是，大舅啊，嗯，不，这个道理简单吗？简单吗？当然简单了。哦、啊，那这么简单的问题，那您自己咋不明白呢？我怎么不明白？我不明白，我能在这教育你们俩吗？所以我原来你们这是演了一出戏教育我呢。别费那劲了，这回我还真的必须得走了。哎，你怎么还走啊？接，喂，舅妈啊，我就在这儿呢。哎，好嘞，明白。我不接电话。
没让您接电话。我舅妈听说您在我们家，她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她大舅啊，你看看呗，你在家把我弟妹埋汰够呛，结果心里还是惦记你吧，对你多好，你说是？好也没用，我必须走，我马上得走。大舅，哎，舅，你这太过分了啊！我当小辈的必须得说说您了，干什么呀？这是，我舅妈平时对您多好啊！啊？舅啊，你看着你出去了，人家关心您，给打电话问你在哪儿呢，这心里不全装着您呢吗？啊，怎么还要走呢？太不像话了。我当然得走了，我必须得回去啊，我出来这么半天我都想你舅妈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舅，我算服了你了。舅啊，您这样说就对了。我跟您说呀，哎，舅啊，您记住喽，我舅妈高兴了，您的日子才能高兴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少来夫妻老来伴。哎，以后啊，当着我舅妈面多表扬表扬，多给点几个赞。对呀，哎呀，当着我听你的。哎呀，我得谢谢老万大哥，还有老米大嫂子，还有大米粒儿，感谢你们开导了我呀。当然，我也教育了你们。啥话也不说，我赶紧回家。回家第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啊，为你舅妈点赞，夸夸她的好啊！我就说她长得赛天仙，像貂蝉呐、啊！哎，大舅啊，夸也别夸假喽！有空来啊！不吃饭了？哎呀，老公啊，快点扶我一把吧！这高跟鞋，我脚脖都快折了。哎，老东西，你说实话，我这鞋到底好不好看呢？好看。好看，贼好看，你比贼都好看呢。哎，看看啊，我这裤子好看不？你这太好看了，这贼好看，你这好的比谁都好看。不许学霸，重新说，好看吗？好看，绝对好看。你看这肥而不腻，这好看。对，这还差不多。走吧，站着。走不动，背我！哎呀我的妈，穿个衣服这还走不动，背我！哎呀我的，三走！哎呀，舅妈